喂，是王总吗？你哪位？我是王大彪。我是十三先生的保镖铁柱。十三先生今天到你们店里用餐。哪个十三？神经病吧你，我忙着呢，没空。我惹你个 DJ， 竟然挂我电话。算了，不用点了，就先炒一本吧。魏个先生，您刚刚说什么？我们这没有炒一本这道菜呀。我的意思，照着这个菜单给我炒一本的。你爹明白的干活。十三，这也太多了，我们吃不完啊。没事，灵儿，吃不完打包回去喂大黄。怎么的？我干爹是这里的总经理，你还怕我吃不起？二胖先生，这个我们真的干不了，要让总经理知道了，我们就完了。切，要不是这免费，老子才懒得来呢。喂，小子，我干爹是这里的老总，你这位子我跟我女朋友要了。找死是不是？还不赶紧滚。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马上走。咦，这怎么还有一个送外卖的？一个送外卖的来这种高档餐厅吃饭，看不起谁呢？老子今天就让你滚蛋。喂，小子，我干爹是这里的老总，你要是能把这个位子让给我们，我们给你十倍的餐钱，怎么样？拿了钱赶快让开，本姑奶奶腿都站酸了，这什么破酒店呢，真的烦。哎呀，我的小宝贝，你再等一下下，我马上搞定。行吧，你先搞定这些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小子，你没点眼力劲吗？赶快算账，赶紧走。这么嚣张，你以为你们很有钱吗？喂，小子，我劝你不要太气盛，小心遭受社会的毒打。我惹你个 DJ，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给你一顿毒打。你怎么这么粗鲁？行了，你确定要买我们这一桌的单是吧？对，不但买，而且还是十倍，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？你们能点什么菜？老子有的是钱。那行，服务员过来一下。你好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我刚炒了一本，来给我算算，我这一桌多少钱？好的先生，无脊包鱼梗5000一份，一共两份，合计10000整。啥？哇操，这吃的啥？单一道菜就这么贵？一行白鹭上青天，一量1000，一共8000。花开富贵母死28888，魔华三弄大爆虾8888，仙人老别汤39999，盐焗捆捆14999。特么的，这我的天啊，这全是我们店的招牌呀，能点一道这中菜都是奢侈了，这个炒了一本的顾客也太好了吧。还有1992分的消影葡萄酒，每瓶300瓦，两瓶一共600瓦。哇槽，1992分的效应葡萄酒是菊花大酒店的镇店之酒，全世界只有1000瓶，这位外卖小哥居然一下子就点了2瓶。天啊，一瓶酒居然要300万，怪不得这么好喝。先生，您这顿饭的小费一共是9697.78元。什么？一顿饭吃1亿？你抢钱啊？怎么样，我也不欺负你，零头那7毛8我就给你抹了吧。付钱吧，转账还是刷卡？特么的，一顿饭吃1个小目标，老子这一年能不能赚到1000万都是个问题。别墨迹了，赶快付钱吧，一会你小甜甜来了没饭吃又要怨你了。啊，这啊这几个意思，我都好心给你把零头抹了，你不会没钱吧？我不是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，你这抹了7毛8也算是抹零了。特么的，既然没钱还出来装什么呗。我靠，太霸气了，牛掰，简直是太牛掰了。没钱你出来装什么呗，这脸打的也太爽了吧。Let's go。 喂，对，十三先生在这。十三先生好，祝也好，刚刚电话你没听清楚，我这不是忙吗，马上赶过来了。有点意思，没想到这王大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。咦，干爹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小子怎么在这，我不是不让你来白吃白喝了吗？王总，你不是忙吗？那你忙去吧，我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十三先生，我那是开玩笑的，我不忙，一点也不忙。不是，干爹，这小子是谁啊？你好歹也算地产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跟他有必要这样吗？你给老子闭嘴，十三先生也是你能大呼小叫的。有点意思，你倒是养了个好儿子呢。十三先生，难道这小混蛋得罪了您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欠了我9000多万而已。啥？9000万？你怎么欠十三先生这么多钱的？干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特么的，还敢狡辩？真不是。你可知道，你面前这位十三先生乃是菊花大酒店幕后真正的老板，你是想找死吗？什么？菊花大酒店的老板？干爹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想跟小甜甜来这边装个杯，谁知道遇到了这样的大人物。你说的是真的？
干爹，我真没骗你，你看那不是我女朋友小甜甜吗？她刚好过来了。什么？你说她叫小甜甜？特么的，她刚刚不是说叫 Sweet Baby 吗？是啊，她就是小甜甜。来，小甜甜，快叫干爹。干爹好。那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得罪了十三先生了？老子真是服了，你装备好歹看看人家桌子上的菜再放狠话呀，你个沙雕，还不快给十三先生赔礼道歉。我错了，十三先生，您饶了我吧。啊，知道错了呀，没事，年轻人嘛，我理解，但是你别光动嘴啊。啊，这我就是把苦茶子卖了也凑不出9000万啊，干爹救我。刚来的时候那么嚣张，不知道身价多少个亿呢，结果是个穷鬼。就是废物，老子回去再找你算账。十三先生，我干儿子的债就我这个当爹的还吧。那行吧，今天就给你这个面子。那十三先生您吃好喝好，我就先走了。慢着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不知十三先生还有什么指示。王总刚刚打电话到现在不过20分钟，除去你办公室到这边的15分钟，还剩5分钟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什么干嘛去了？十三先生，我刚刚不是在忙吗？是吗？看样子是挺忙的，对吧，这位小甜甜小姐？我记得你上洗手间好像也是20分吧。挖槽挖槽挖槽，这也太秀了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20分钟？没什么意思，王总，希望明天我能看到你的辞职报告，不然。是，十三先生，我明白。走吧，灵儿，吃饱喝足了咱们回家。好的，十三。丁，支付宝延迟到账2000元整。咦，干爹，你没事给小甜甜转账干嘛？这个月我刚给了她20000零花钱呢。没事，她找我借钱呢。啊，对，我找干爹借了2000块。不对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干爹你怎么会有他的微信？你们，哎，终于明白了，可怜的孩子。是啊，太可怜了。特么的，就这么点时间，你还，老子今天灭了你。